《大秦帝国》第三部《金戈铁马》第十四章《对峙上党》，相如之言，大事。于青立表赞同。魏齐自杀后，于青连夜逃楚，不想春申君黄歇对他与信陵君宿敌魏齐交后大是反感，毫无举荐他在楚国做官之意，万般无奈。 于青只好又回到了赵国，素来尚有尚意的赵国人，全然没将于青挂印出逃当作叛逆之举。更兼平原君对魏齐之死原本身为愧疚，丝毫没有追究于青之罪，依然将他官复原职，只是没有了相权，成了与蔺相如一般的空爵上卿。 自此以后，于青再也没有了初时相权上卿的那般新贵气焰，与蔺相如交好起来。两人多闲暇，常聚义天下邦交，竟是十分的投机融洽。今日见蔺相如开了先河，于青立即跟上。韩国之谋虽从己出，却与大局有利。秦崖河外，韩国岌岌可危，魏国惶惶不安。 赵国虽强，单抗秦国却也吃力。若得三晋重新结盟，天下格局必是为之一变。言不及义也。平阳君赵豹冷冷一笑：“两位上卿只说，究竟接纳上党否？”蔺相如淡淡道：“平阳君必有大义之见。” 愿闻其详。老夫之意，上党不能要。赵豹沉着脸，无故之力，贪之大害也。韩国信服赵国，如何无故之力了？孝成王不禁插了一句：“此言差矣。”赵豹以叔父之身，对孝成王毫不客气。 秦国断绝河外之道，显然是要逼韩国交出上党。韩国明知秦之图谋，却偏偏将上党献于赵国，分明为疑祸之计也。秦服其劳，而赵受其力，纵使赵国强大，也未必稳妥。况乎赵国未必强于秦也，如何不是无故之力了？ 赵国若受上党，必然引秦国大举来攻，岂非引火烧身？一言以蔽之，上党是个火炭团，万不可中韩人之算计，受此招祸之地。平阳君何其大谬也！随着一声响亮的指斥，一个玉冠束发的英挺年轻人从后排豁然站起，正是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。 其实赵奢已死多年，赵括承袭了马服君虚爵，寻常被人称为马服子。由于常在宫中与当年的太子赵丹一起读书多年，孝成王对赵括分外赞赏，一即位便授赵括以执掌邯郸防卫的柱国将军。论官职，柱国不是高位重臣，然则由于赵括承袭了马服君爵位，变成了封君大臣。 更兼赵括幼时大有才名，成年加官后更是见识不凡，在赵国朝臣中已成了最是光彩照人的后起之秀。当然，更根本处在于赵奢声望与孝成王之器重赞赏，赵括才得以位列高爵重臣之秘密朝会。此时，赵括一开口便咄咄逼人地指斥这位极其傲慢的王叔，大臣们一则振奋，二则紧张。 殿中鸦雀无声，连平原君也不禁瞪了赵括一眼，觉得赵括未免过分。饶是如此，赵括旁若无人，侃侃高声道：“故国不以山河之险，失国不因四战之地。先君武灵王时，赵无韩国、上党，却胡服骑射，拓地千里，震慑天下。唯其如此，赵弱赵强，赵存赵亡。” 故不在上党显地也，在国力也，在军力也，在朝野之气也。只这几句，大臣们眼睛便是一亮。不愧马夫君之子，有胆气。接纳上党与否，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，而在赵国情势如何。赵括辞色凌厉，一泻直下。 若赵国无国力、无大军、无壮心，纵使韩国无图谋而拱手相送，赵国可能守得上党？若赵国有国力、有大军、有图霸王天下之雄心，纵使韩国不献上党，赵国亦当夺来，又何惧疑惑之计哉？今平阳君先自认赵弱，屠灭志气，而后视韩国献地为疑惑之算，诚可笑也。 若以此说，上党归赵为韩国一祸；上党归秦，岂非便是韩国依附虎狼？夫一若韩，自存险地难守，危难之际思大局，献地于同根之邦，图谋结盟抗秦。于情于理，于道于义，何者有差？何独不见容于平阳君，而重伤若此乎？平阳君怒不可遏。 急指大喝：“庶子无谋，大言误国。”赵括哈哈大笑：“小言有谋，大言无谋。平阳君何其滑稽也！”庶子只说：“赵国抗得秦国吗？”我便为平阳君一算。赵括掰着手指：“秦国大军五十余万。” 赵国大军也是五十余万，秦国人口千万左右，赵国人口也是千万左右。秦国仓廪有十年军粮可支，赵国仓廪也有十年军粮可支。秦国军资器械有多少，赵国也一般有多少，还多了林湖草原的数十万马匹牛羊，战马比秦国尚居优势。秦国有名将。 赵国也有名将，秦国有能臣，赵国更有能臣。秦人尚武好战，赵人更是举国剽悍胡风。平阳君但说，赵国哪一样抗不得秦国？数子误国。赵豹脸色铁青，邦交战阵有如此算账吗？赵括揶揄的笑了。依平阳君之见。 该当如何算法？亦或混沌不算，只为所避祸便了。赵豹嘴角抽搐，一跺脚离席，大步去了。走到殿口，又骤然回身，吼了一句：“数字误国！”殿中一时默然。大臣们对赵括弃走平阳军虽觉不妥，然而对赵括的一番道理却是不得不服。就时而论。 除了还没有来得及推行第二次变法，赵国比秦国确实不差。赵括所属宗宗细目也绝无夸大。如此看来，接纳上党与否似乎不言自明了。虽则如此，有平阳君坚持反对，赵王与平原君也都还没有说话，大臣们一时又都僵住了。老将军，孝成王看着廉颇笑了。 你说说，依赵国军力，上党能否守得？老廉颇慨然拱手道：“连同玉胡边军，赵国大军六十余万，论战力，赵军与秦军不相上下。只要赵国没有攻秦之心，而只做抗秦防御，上党坚如磐石。”大将军言之有理。 执掌财政的内史大臣赵禹冷静接道：“平阳君言韩国疑惑，实则是顾虑赵国不足抗秦也。我大赵今有六十万大军，若依旧畏秦如虎，而不敢接纳上党，成为天下笑耳。”老臣赞同。已经是两鬓白发的国尉许立道：“当年无上党。” 马服军上血战秦军而大胜，赵军战力何输秦军分毫？目下我军资粮草充盈，若再得韩上党归赵，赵国西部助立起一道横宽三百里的天险屏障，何以平阳军此时却畏惧与秦国抗争？老臣实在不解也。除非赵国听任秦国蚕食山东，否则不能丢弃上党。 王叔之见，孝成王看着一直默默思忖的平原君。平原君一拱手道：“老臣原在犹豫不决，然则诸位大臣之言，使老臣茅塞顿开。马服子赵括言之有理，接纳上党与否，根本处不在韩国图谋如何，而在赵国情势如何。平阳君。” 虽老成谋国，然却失之畏缩退守。百余年来，凡赵国畏缩避祸、游离于中原之外时，无不国势大衰；凡大刀阔斧、开疆拓土、周旋于天下时，都是国势昌隆。就上党而论，赵国原本有东上党，今受西上党而成一体屏障，亦是题中应有之意。 而秦国争上党，分明是为诛灭三晋，寻求根基。当此之时，退缩则危局接踵而来；上党归秦，韩魏附秦，则赵国孤立，最终将被秦国蚕食压缩，甚或一举灭国。锐意进取，则大局有大利；上党归赵。 三晋结盟，甚或可能重新结成六国合纵，孤立秦国。长远看去，秦赵争天下势在必然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，岂有他哉？彩<才>！一言落点，大臣们齐齐的喝了一声彩。好！孝成王兴奋的拍案，接纳上党事。 由平原君领虞清、蔺相如筹划，大军整备是由大将军领老国尉马服子筹划。三日之后，平原君的特使马队浩浩荡荡的开进了韩国上党郡的治所壶关，郡守冯亭率领将士力员在壶关北门外郊礼迎接，平原君当场颁布了赵王书令。 上党郡守冯亭明察时事，大功卓著，封为华阳君，十邑三万户；十七员关隘大将与十三名县令俱封侯爵，十邑三千户。所有军民皆赐爵三级，赏六金。平原君为蔺相如，暂属府库郡政交接事务，为于清。 从赵国输送粮草物资，救济饥民；为赵括暂属关隘要塞诸般军务交接，忙碌半月，诸般军政事务大体就绪。大将军廉颇与国尉许力率领十万大军也堪堪抵达，接收所有关隘之后，廉颇下令，原韩国上党的五万守军全部开出上党，以防赵国腹地。 这是大将军廉颇、国尉许力、马服子赵括在察核防务之后的新决断。老少三将军异口同声：“韩军涣散疲惰，留住上党，徒乱军心。”平原君也赞同了。上党大体安定，平原君来湖关幕府拜望冯亭。平原君提出的方略是。 东西两上党合并为新上党郡，仍由冯亭以封君之身做大上党郡守，不治军，为治民。若冯亭不愿留任上党，可回邯郸做国尉，换许立来做郡守。冯亭思忖良久，喟然一声长叹：“我弃上党，已成天下不义之人也。若得入赵封君。” 只怕对争夺魏国和盟不利。冯亭唯愿回归韩国，辅佐韩王与赵国结盟。平原君思忖再三，终是不能勉强，请准赵王赐冯亭黄金千亿，礼送冯亭出境了。新郡守许力不解，平原君笑答：“韩桓惠王素无主见，若有冯亭在。” 韩国便是赵国铁盟也。许丽仍是困惑。冯亭献帝而不作封君，虽有隐士之风，却分明是无担待之人。若回韩首鼠两端，岂非大害？平原君摇头笑道：“身为大将，冯亭以负不义之名，且必令秦国恨之入骨。” 除非回归东湖隐居，何能在首鼠两端也？许立恍然大笑：“平原君果能算人，许立不及也。”平原君一般大臣在上党忙碌并菌时，蔺相如已经秘密赶到了大梁。这时的魏国已经对情势变化渐渐清楚，随着一个个秘密斥候的消息急报。 大梁君臣乱了方寸。领丞相事的虚谷与一般亲秦大臣，力主维持秦魏盟约不变，魏国绝不能搅到韩赵结盟的泥潭里去。因为其倒台而复出佐证的信陵君与一般老臣子，却都主张魏国暂时齐强中立，在秦赵之间待价而沽。 魏安离王莫衷一世，倒是真正做了齐强之君。在这激烈争辩的档口，蔺相如风尘仆仆的来了。信陵君素负盛名，又与平原君有联姻之亲，蔺相如便先行拜会了这位持重明锐的王族公子。信陵君只一句话：“三晋之事，今非昔比。” 赵国已成中流砥柱，魏国无足轻重也。蔺相如也只一句话作答：“齐强闭上关，只怕墙角松溃也。”信陵君笑道：“秦魏有盟，绝不再蚕食河外寸土，墙角坚实无忧也。” 蔺相如哈哈大笑道：“公子当真滑稽也！虎狼发誓不再吃羊，羊却信以为真了。”信陵君素闻蔺相如胆识才具，心下不禁敬佩有加。一番思忖道：“羊虽生角，几乎身躯无力，奈何？”蔺相如道。 赵以己西八城之地资魏，未可作军资重地，何能无力也？信陵君目光顿时一亮。但得如此，无计有对策也。次日，蔺相如觐见魏王，将大事说的一遍，再将赵国借八城之地与魏国的事一说。 魏安离王立即满脸笑意，慷慨允诺与赵国结盟抗秦。蔺相如尚不放心，又与信陵君密商一番，方才回赵国去了。蔺相如一走，虚谷一般亲秦大臣立即纷纷进宫，轮番劝谏魏安离王。眼见魏安离王又有松动，信陵君与几位王室老臣密商对策。 元老大臣们原是对没有根基却又张扬跋扈的虚谷恨得咬牙切齿，一口声喊杀。信陵君反复思忖，觉得群臣上书威逼魏安离王罢黜虚谷，仍然不能根除这个大奸，遂向隐居大梁的老侠士侯赢求教。侯赢悠然一笑：“为国除奸，原是游侠本分，有何难在？次日。 便向信陵君举荐了一个隐居风尘的游侠朱亥。这个朱亥看似木讷，大袖中却时常密藏一把十斤重的短柄大铁锥，慷慨好义，被侯嬴视为堪托生死之事。信陵君自是信得侯嬴，立即将虚谷的诸般行止对朱亥细说了一遍。朱亥一句话没说，转身走了。三日之后。 大梁传开了一则惊人的消息：代相虚谷暴死王街，头颅被砸成了肉酱，身边一幅白布写着八个大写字“嫉贤妒能，恶贯满盈”。一时间，大梁国人惊乍相传，秦丞相范雎派来刺客杀死了仇人虚谷。